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十种法，何者为是？所谓法王处善巧，法王处的规度，法王处的宫殿，法王处的屈辱，法王处的观察，法王灌顶，法王立慈，法王无畏，法王宴寝，法王赞叹。何以故？欲令增进心无障碍，有学闻法即自开解，不由他教。诸位菩萨，他圣进到这个第九住的时候，相似于旧第九地，入理甚深。入理呢，说就为心明心呐、啊，明了心所开的智慧，就是十种法。这十种法，法王呢就比喻佛，比喻佛。王子呢，比如这个九住菩萨，王子是继承佛位的，但是这个十住的菩萨啊，它是相似的，十地的菩萨就成就了，现在是相似，因为他位在十住位，进到这个位置了。他对于立生的事业呀、啊，能够善巧难立，善巧难立。咱从方便住，第七住，就开始了，方便善巧会具足，乃至于他说法的艺术，说法一讲技术，能契合佛心，就这个意思。学法王法入如来家，但是呢，一切规度，就咱们所学的纪律吧，行主坐卧的，这叫规度。宫殿呢，这是法王殿，法王殿，说在宫中的情况，这都形容着，比喻佛。拿国王来比喻佛，那么佛子呢就比喻王子，王子，这都是形容词了，这都形容词啊。言之，这一住的菩萨啊，到了法王住的菩萨，他入法甚深，修学很久了，使他那个利众生的事业。心里都无障碍了，闻法就能开解，不假教。这不像我们一般的同学，对，同学有些闻了，在复习，还得使得深入，就一闻了，他就能得入，要有文慧的，他闻一遍，他能记得住。那么我们初闻的记不住，他没有忌讳。这以下的这些个菩萨的位置，以后呢，法会菩萨重说一遍，到十住完了重说一遍。
重说一遍呢，就把以前说过的再重说一遍，那个就是重复了，赞叹了。嗯，他这一共啊有十种法，都叫圣进。圣进，圣是殊胜，嗯，进去到了一定的地位了。就是在华严这样讲，在其他经论的十住菩萨，对，那跟十地菩萨、跟十行、十回向，到后头还有三十位呢，才能进入跟佛相似。但是在华严经里讲，十住的菩萨要满心了，十住满心了，嗯，他相似成佛了一样子的。所以他说的呀，这文字当中表现呢，嗯，说这第九住的菩萨就能够跟佛相似，依照佛所的规度立生的事业，嗯，把这个四件相，是宫殿呢，嗯，但是佛在宫殿的所有行动啊，就是佛的事业、家的利松、一切众生修行的次第，就像那个人间最尊贵的呀是国王了。不过现在社会不是这样的了啊。对对对，那个时候佛在印度说法的时候，还是依照印度的情况，拿这个比方呢，就拿这个国王跟法王。国王即是法王的意思，这个到了这个九住的菩萨了，一到法王住的菩萨，他所立生的事业大致跟佛相似，或者没有十地菩萨那样真，但是相似，说法的言辞善巧，依照佛的规范，嗯，宫殿呢是入佛的法堂，对，嗯，对，其入就是他所成就，嗯，但是这个菩萨也要行十种劝学，也要劝学，佛子啊，特别讲这个寝啊，宴寝。宴请还得重复说一次，说在这个登了正定住的菩萨，就是前头的正定住，正定的菩萨就跟那个佛相入定，他所入定同佛，感到一到法王住的菩萨了，就是他在入定的时候修行的时候跟佛相似，不会站着禅位的了，不至于在井上头起沉字，沉字这就是会沉字，就是玩禅定的味道，叫沉字，不着起禅定的着位，所以不沉于井。井啊，就是一切四相不执着于四相，第十呢就是赞叹，赞叹，赞叹佛的功德，赞叹王的功德，事情情跟理是相合的，他要想增进无奈字进入后位灌顶住，九住菩萨跟十住菩萨解释的就少了，就少了，不像前头过程的解释的多，第十灌顶住的佛子啊，云何菩萨叫灌顶住，这个菩萨也是成就了十种智慧，所谓的震动无数世界，照耀无数世界，住持无数世界，网易无数世界，严禁无数世界，
开示无数世界，观察无数众生，严禁无数世界，开示无数众生，观察无数众生，指无数众生根，令无数众生趋入，令无数众生调伏，是为实。现在灌顶住菩萨就是成就了究竟了受佛灌顶啊。咱们大家知道灌顶有几种，用手摸顶就佛的灌顶，用法水甘露水灌顶，这是形容词，形容佛所说法加倍，这位就到了灌顶住的菩萨了，得佛法的灌顶，他能得到佛的无奈智，以这无奈的智慧度脱一些众生，度脱一些众生。大致有这么十种啊，十种。说到了灌顶住的菩萨，十住满了，十住满了。这个菩萨他的身跟他身所做的一些事业，身的所做就叫业，都是神通变化，神通变化。神通呢，神者就是他那个心，就咱们所说那个心佛众生都平等那个心，他证得这个心了，从这个心所起的利用，所起的利用，通而无障碍的意思，什么通的呢？智慧。他记住了三四字，过去现在未来三四字，就是要理，要四呢，他成就了怎么庄严佛净土吗？他就庄严佛净土，就是身自在业，所处的景，就是所处的环境，所依止的处所，对，表示他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的智慧都具足了，立身得有处所，有庄严佛道，成就佛道了，新的境界相。智慧的境界下，皆不可知，皆不可知啊，就是他业智在，业智在的尽的位，其他的众生不得了知的，就是身自在，身用的自在，时通用自在，到了灌顶住的十住的菩萨，等同十地，相似于十地。此菩萨呢，应劝学诸佛的十种字，一个自己修，一个劝一些众生修，成就所谓的三世字，无法字，法界无奈字，法界无边字，充满一些字，一切世界字，普照一些世界字，住持一些世界字，指一些众生的字，指一些法字，指无边诸佛字，何以故？欲令增长一切种子，能具足这十种子，渐渐的进修就能成佛了。佛是一切种子，凡是他所闻到的法，他自己能开悟悟解，不由他教。这十种子啊，总说起来就是学佛的字，
学佛的一些字，佛的字呢就叫一切种子。灌顶就是成佛，佛是已成的，他是受了灌顶住的菩萨，他一定能成佛，但是是渐次的，渐次的。学佛的过去未来的三四字，学佛在一切法上的自在，能觉悟法的自性，就达到这个《华严经》讲四理无奈，有时候说理事无奈，理子是一，事啊可就无量无边了。那么现在一天所做的事，这个世界上所有一些事，真的知道好多吗？有障碍，要横来说，广得很，无边界。要佛的用说呢，大用周遍的，无奈的。佛的身光，光照一切的世界。那我们或者是要我们自己来说的话，得要圆呢，这是性啊。现在讲的全是性啊，这叫性。性的起处得靠缘来铸成。没有缘呢，作用还是不大的。咱们经常在佛经上各种经论上看见的光照，佛说及说法的时候先用光，放光，放光就是说法，那个光里头就含着智慧，智慧就含一种启发，就启示。而化众生时候，穷尽一切境界相，佛的智慧能知道化育众生，用神方法方便善巧啊，让众生能开悟，能理解。为什么咱们经常讲缘起性空啊？就是性空啊，这种智慧全是性空。性空得看你有缘没缘，你得知道化法，化的方法。你可以能做化主，哎，你所化的机。有缘没缘，这你得知道，有这个智慧能知道，知道无缘，无缘的你说什么他都不听，就说你渡不了他。说要想成就佛的种子的位，要得前进，从实住到实地，但是这个中间还有实行，啊，还有实回向，这三实心呢，最难的还是最初发菩提心。对，没有那个最初发菩提心的，像这灌顶外第十种，你是进入不到的。从实心满了，从你发心住。才能进入。但是灌顶住，灌顶啊，这个住的位的菩萨呀，他能够知道相似证入佛的成分。那实行了，实回向了，
他这个跟石柱了，他这相差无几的了，相差无几的。尔时佛的神力，佛的神力啊，这个时候说的佛的神力，毗卢遮那的神力啊，十方各一万佛刹，为尘数世界，发生了六种震动。咱们经常说六种震动，动、片动、等片动，三个啊，动有三个，动、普片动、等片动。等片动就所有的世界，不止咱这个世界片动，意思都片动，跟地震不同啊，地震是很少数的，那也是动，起、片起、等片起、容、片容、等片容、震、片震、等片震、吼、片吼、等片吼、急、片急、等片急，是六种。在佛经经常讲六种震动，六种震动。这六种震动啊，咱们都没动过，跟无缘，咱知不到这种动的境界，动境界，就是佛的神力，令十方各一万佛刹都起这种震动。震动是什么意思呢？破你的迷雾，得开的圣洁。音响，同时还有雨天妙华、天墨香、天华曼、天杂香、天宝翼、天宝云、天庄严、天柱音耀、布谷自明，放天光明及妙音声，如此四天下，须弥三点，第四殿上，说十诸法，现住神妙神变，十方所有一切世界，就是前头那一万佛刹为尘数世界，悉已入世，都有这六种震动，就六种震动，有时候各地说的情况不同，不是别的情况不同，就是次序不同，动机吼啊，片静容啊，这六种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是一样的。有的经上的他说不是像咱们这个次第，也有别的次第的，都是这六种。天音耀、天妙香、天善衣服，说现天化，这大字都相同的。这是佛的神力。这个咱们要看阿含经，跟小乘教义这个全没有，这个全没有。你看在印度，佛在菩提树下修道，开了悟了，悟了之后，在那里弥连河，到河里洗个澡，完了看观看一看，我该先度谁呀？我说先度焦陈如无比丘，到鹿野园度无比丘，这些个境界都没有。华严境界这都没有，所以那个那时候那大阿罗汉所见到的，就是佛给他们说的法呀，不对，苦集灭道啊，没有这么大神通啊，没有现神通。
一直到现在，或者缅甸呐、泰国呀、斯里兰卡呀，他们这个都不信，大乘教义都不信，他听着这太玄了这，有的人家辩论的时候他说这个不尽情理，不尽情理，不尽情理就是人没办法知道的。这一说所说的十方一切世界，说就有华严境界，以佛的神力，十方各国一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一万佛刹的微尘数世界，一个佛刹三千大千世界，咱们这个在这个一万三千大千世界里头的一个小小的世界，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的一周南瞻部洲，很小的，像这个各过一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一世界是一微尘就一世界，一万佛刹微尘有好多呀，有这么多的世界，又有十佛刹微尘数菩萨来意这个斗笠天的道场，充满十方，坐入世言，善哉佛子，善说持法，我等众人同名法会，说出来国同名法云，法云国啊，这个说，善哉善哉佛子，是指着说着，说着法会菩萨，这十住法门是以法会菩萨为会主，这个十佛刹微尘数这些佛萨赞叹法会菩萨，说你说的很好，善说是法，我等众人同名法会，对，十佛刹微尘数那些个菩萨都到这儿来赞叹法会，赞叹法会也是赞叹自己，同名法会嘛，善说此法，说从来国，来哪个国家来呢？同名法云，彼度如来皆名妙法，十佛刹微尘数那么多佛国，每一国都有一位成道如来，如来嘛都叫妙法，每个世界如来都叫妙法，我们所来的那国度那个佛也在说十住，文字文句义理没有增减，跟你说的一样一样的，佛子，我等成佛神力来入此会，唯汝作证，从那些个十方无止一万佛刹微尘数那些国度来的，那个国家那个国度的佛叫妙法，佛也在说十住法，跟你所说的无增无减，一切世界都入世，来这个会给法会做证明，站在那说这个法说得好，处所说法都是无异，无异啊，没有差别，同样的，